SBL 篮球联赛今天在台北和平篮球场举行，由台银队上台皮，台皮在下半场一度将比分追平，幸靠台银陈佑旭连拿五分将差距拉开。中场台银以78-70力克台皮，台银李维哲突破防守带球上篮。记者黄维斌摄影分享，台皮下半场在最后五分钟把比数追成60-60平手，靠着台银陈佑旭连拿五分将差距拉开。记者黄维斌摄影分享，适逢台银主场周活动，吸引不少球迷进场观赛。记者黄维斌摄影分享，台银陈顺祥在本次比赛未能突破4000分。记者黄维斌摄影分享。